胆。我你们说我刚下班，先去喝三杯水。啊，你啊都没尿，你还几杯水进来几杯？还有人比我还晚，你们说后面还有一个比我晚呢？有啊，后面还有一个比我晚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他在停车。你在讲那个玉梅姐啊？哎呀，玉文姐、啊。玉文姐、啊。哦。当归多少？当归一片，玉梅。当归一片约3000，因为一片大小片，大约我解得啊，卖差收济。啊，这是啥物药方啊，老师？这安尼讲起来，那有哪要去抓？有，有诶。照这个量的话，直接给中药店。安尼哦。讲来这帮我叫叫，然后要做啥，你甲管。安尼哦。不要想偷钱。你又没交钱啊？那样。对。啊，会不会很坏？有点你哪里坑到菜油啊麻烦你大滚起来，一分钟把那个泼捞掉，泼捞完呢，换摸，摸完就是泼了，泼摸泼，多久？下次换别的。泼没？泼泼摸摸。要先捞哎，为什么要先捞？你知道吗？现在不先捞的时候，等一下那个香味出来，你再捞的时候，旁边又会捞掉了。哦，安尼刚好快。所以我们自己可以用那个药包，对不对？当然。对。就是要照这个配方啊。有，那底下红枣、黑枣不用放，放在袋子里面。啊，老师，你这个药炖土沙的，其实是烧香的汤头都会使嘛？嗯，对，但是土沙。比较脏啦，你家己要吃的话吼，莫吃土沙，吃莲啊。莲啊，对莲啊，啊莲啊，甲土沙唔是相像的物件吗？无共。莲啊的话，只要土沙，另外土内底若无清气，嘿，你今天里面有如果菌的话，嘿，莲啊就死啊，就死啊。嘿，啊土沙的话，佫较垃圾伊就活。安怎吃大便？你甲看差偌济？来，再来，好了之后捞多少水？补多少水下去给它，了解吧？了解。安尼落了，小火滚起来10分钟，不盖盖子。10分钟之后盖上盖子20分，安尼有问题无？30分就好啊。我再人加水果，煮的物件准备煮偌好食？不用啦，这样够了。绝对让你够。来。再来，我们先来炒个卤肉饭，等一下可以止饿。哇，赞！